玩哪个模式？哎呦，卡了。在干嘛？这个 FR 他妈的互相关禁啊！我操你别！逼客逼客！A 小上了 ，A 小上了，他们是不是双开？我操，好菜啊！这是，头顶上有一个。哎呀 ，A 平台呀！我操，什么时候上的点？你们没看见吗？开始甩锅了！我操，我感觉我选错边了，这群逼开始甩锅了。哎呦我操这个人中路加没包哎、欸、我中路加局部打掉了开始闪过了我操还真是有点玩笑我是不是应该跟大队好一点？哦，这里是会死人的，不打了。我操！为啥给我呀？我感觉臣妾不能担负此重任啊！哎呀，臣妾做不到啊！这人名字叫一枪打爆你的头。他为什么要给我？我他妈我亏完了！哎，高手高手，刚才那个挺强的，反应挺快的。哎，他为什么要给我啊？哇，这把 M 16 A 4好屌哦！我枪都没怎么开过，继续 AK， 管你的 ，Rush A，Rush A， 冲就完了。我操，好恐怖，不去了。他不能开镜，我习惯了开镜。跟着大哥走。大哥，你闪自己人的，我操！我操，真的假的？
不，冲啊！冲啊！冲啊！我肯定不行啊！你看，你看我是能行的样子吗？哎，他被打死了，被困了。又是你！我怎么又是你啊？全兵变！又被一个人全杀了，我操！我操，被人一三四，买不起，买个 MP5 吧。MP5 是哪个？没有 MP5 吗？电流。现在有把狙，玩球，哎，真的没什么游戏体验。没什么游戏体验，真的，真的，没啥游戏体验，真没啥游戏体验。哎呦，牙长牙死，可惜他不是个人。真的没什么游戏体验。我操，真的舒服。中路抽的这狙打的他，哎呦。可以可以，对面不会打狙。哎，真的，对面他狙太垃圾了。太强了，这些人。没什么游戏体验，再打打呗，打对一局，没事了。我连机制忘记怎么打了，我以前天天玩，以前那大概是小学那关。哦，没有探头那东西，忘记了。哎，W 打中就死，忘记探头，忘记没有探头了。操你妈！怎么这么多人？再来呀！好，最后一把，打完这把还是一个人没杀到就换游戏。OK， 没有，我问你 A 还是 B 啊？我说 R 是 B， 我操了都！小心 A B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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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机，我操！怎么进了？你们跑啊这家！我看到两个人都跑了。哎呦！你这样啊？你这样啊？转 A 转 A B 全是人了，对面有人，两个应该。刺激啊！一出去八个人，赢不了我们 CT， 出门去了。刺激的一品，出去就八个人。我发现了，你们都喜欢拿茄子的头像啊？那肯定的。
白给王八，真的，我没把我都开了挂的，我开了白给，白给吧。我操！我操！这个左轮，我纯爹妈的！我操！那我们上世界爆头呗，蓄力爆头，哇，牛逼啊！来打一波，这波如果一个人没杀，直接退游戏。AK， 我双枪了，下把几狙了。操，你400块打狙是不是？那真的，我啥玩意都能玩上。冰雪传说。好，杀人了！我操，这个包匪，我跪了呀！他妈拿这个包直接冲逼，几个意思？刚刚进的被我打残了，那个我操！我双枪打残。有烟吗？刚刚的混音响进了，我直接给他打回去了，他差点给他打死。我操！赶快把包拿回来，就是他，就是你。傻到啊！妈的，我就把那会那个拿包的踢了。哇，没枪了呀！为什么要踢我？妈的，他出去打包送了是几个意思？我想知道。真的，别拿包直接进啊！你又不是老六。不玩了，不玩了，别人都要踢我了，这不坑别人？被骂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别人都要踢我了，不玩了，不玩了，快游戏，这不坑别人了？别人他妈的都生气要踢我了，我操！哎，还是玩点自己擅长的游戏吧。